过程，这个跟这个照顾有点瑕疵了，那舌头现在讲话没有很清晰啊，不太沟通不太好，是不是这方面哪方面可以补救？因为舌头讲话不清晰，它牵涉的是个脑袋，是有时候是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医生接生的时候，那鼻子出来的时候卡住的时间过长，导致那时候氧气不足，导致他脑部细胞有受损。假如他脑部细胞是受损，他是没有救。但是因为舌头这个地方是谁控管的？是胃经。他已经这样会不会痛？会不会痛？啊，会不会痛？不会痛的，不会痛才不会叫，会痛就会叫。会痛都会叫。嗯，对，他不会痛啊。但是他胃经哈，我压这边。到这边就堵住了，那这边凸出来就是这边凸出来，这就堵住了，哦，这边也堵住了，哦，你因为它这个地方属于胃经控管的，啊、哦，这就太硬了，这脉真太硬了，真太硬了，你把这个地方是不是把它捏到完全柔软，太硬了。那假使是他的脑部的神经去受损的，哎，我还是讲哈，出血的人也平啊，假使已经没流出来也平啊呀，总之他蛮，氧气不高，脑部受损，嘿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一出血去脑部就去受损了，神经走那些地方去了，因为你脑部哈。脑部它是死了，细胞死了是不能再生，神经到最大的神经断掉了，是不能再生，但是小的神经轴突断掉可以接上，啊，但是神经轴突就断掉了，这就无法再生，无法叫不了，也指挥系统，因为一起指挥跟脊椎在指挥两个，一个是脊椎，脊椎下我们后半身都可以拉通，但脑部。堵住了，就无法走。嘿，不是咱无法走。哦，这就是我有能力的人会告诉你，没有能力我就告诉你。因为一出生，所以出生的时候，我实际上会跟很多很多太太讲，你们在怀孕过程当中，这阴部一样常去搓搓揉揉，这地方搓到很柔软，你平常一样去多做什么？拉筋的动作，因为你拉筋的动作多做的时候，你生孩子怎样，根本都不会痛。就像我女儿在家里面，我们待产，安生说明天在待心上，今天突然间说卡点好温，家长说你跟等，你跟等，我说安了，我已经生好了，定落来，那个脐带还没有。我女婿跑回家里面去叫救护车，然后送到医院里面去把他请假，请假干啥？他放屁，他噗地就出来，厉害是吗？哦，所以你平常你要不要？你那 DVD 就看到有个女孩子跟老师在做动作，那就是我的女儿。所以你要去柔软，这地方常搓，所以常搓的时候，你阴部那边、会阴那边开的怎样，很自然。假如都不想动，这个地方因为在卡死，因为我这淋巴血液不到这个地方，这地方微血管没有血液，它就卡卡的，它要撑开是非常痛，捏着痛很痛，要它撑开，所以它没办法说啊，婴儿的头要挤出去非常难，或是开刀，因为医生动作比较差一点，会让它受损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是维他命 C 本那么咸哦，那个是还有其他的成分吗？
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它是电，它不是成分哈，它是我们去钙盐哈，但是它不是钠，它不是钠，它是为了让人家吸收的时候不会伤害到胃。那我们一般的维他命 C 是酸酸甜甜的，那一般的维他命 C 酸酸甜甜，对一般人要剂量要大一点，吃下去你的胃一定会受伤，胃已经受伤，所以他就用另一种机制，让它吸收到胃里面，自己吃大量都会受伤。因为维他命 C 它的吃的量不是你们听医生所说的，卫生所说的一天50到100就够了，这是完全骗人。因为人每一天，我一直讲，人类最大的病毒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乳酸啊！我在认真在办公，乳酸产生；在想事情，乳酸的产生；专注，乳酸产生；生气，乳酸产生；运动过量，乳酸产生。疲劳乳酸也产生，不满意乳酸也产生，生气、愤怒都产生，只有是最快乐的时候不产生。所以几乎你看，几乎90%几的环境都是怎样，所以乳酸都在产生。所以乳酸产生，你第一个你的维他命 C 就大量怎样流失，它因为会大量伤害，把你的结缔组织破坏掉。所以维他命 C 是人类补充要大量的一个营养品。但是我们这种告诉你什么？50到100，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剂量？因为这个剂量告诉你，然后请那些营养学博士或是医生告诉你，你吃维他命 C 当吃，等于是排大量昂贵的尿尿，因为他只有用骗的，用恐吓的。因为台湾的医生跟卫生署，我讲实在话，是一群不入流，一群完全的不入流。讲良心话，就是杀人集团。我讲的话就是杀人剂量，啊，你试想看看，好，那你有一套书拿过来，那边一套书，两本书，生物医学的老师，生物医学，等一下，把不是啦，把是你这边只腰椎无吃对条。要说你就是因为这边只软软冻下底条啊，哦，这套是生物医学，它里面是谁写的？是由那个赤田峰，一个希望的希，一个耳朵，赤田峰写的。这位先生，我觉得哈。假如我选拔台湾的医学国父，我选择他，我把称为台湾的健康之父。他是一个外省北北，不是国民党，但是也被国民党迫害，我觉得不可思议啊！他写的这本书，这套书是收集了全世界很多种意见，包含癌症担任。它里面告诉你什么？大量用维他命 C 治疗癌症。什么治疗？多，再多，再多，再多。它里面很多疾病都会写到怎么治疗。结果，他的书不能，他的正本就是我那一套，让你们送给我。就是这一套生物医学，他你也送给我。他老师，请你把我的父亲的结晶发扬光大，因为现在没有人敢出他的书。那人出版社看到他的书怎样，不敢出。以前赶出来的书都是任凭你的，他自己印的，他自己请地下的工厂印几套而已。希望送给吴伯雄，送给陈立夫，哦，他们还帮他写序，写得好好听哦。
表面上小气，私底下怎样？实力怎样？封杀。我们党就不要脸，连帮即使当时国民党假使运用这两本书，在医疗体制里面，可以告诉你，国民党的地位到今天，民进党永远怎样？没有机会了，因为每一个人，因为国民党这政府，即使他外面贪污，但是让人民很健康，你说有机会吗？人民还是相信国民党，对不对？我说笨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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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笨到极限，这么好人才，你把他赶出去国外，我说他是健康的健康之父，我把中正纪念堂拆下来，蒋中正把他丢掉，把他烧掉。应该呀、啊，应该把他铜像呢放进去。所以他因为会让所有财团怎样没有钱可以赚嘛？他里面告诉你什么？人你最大流失的东西就是什么？好，我给你看一本书，这本书也是非常棒的书。这么好的书要给各大学当营养的专科书，竟然是没有一个大学要印出来要给大学，竟然没有大学要采用，结果这本书怎样绝版？我给你看哈，这本书你们往里看，旧书摊看没买得到，哦，这是绝版的，我、哦、不能搞，不想搞淘宝了。我搞直接我。你看看哈、哦，谁愿意来念？维他命 C 可以治疗什么疾病？你看看这么多，不追不？谁愿意告诉你？其实全世界早就告诉你，很多维他命是可以治疗很多很多疾病的。维他命 C 可以治疗这么多的疾病。好，炸了没有？炸好了。好，我再转过来。好了没有？好。好。好。我告诉你，全世界的来。OK。来。OK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全世界最流行医学是什么医学？你们知道吗？你知道不？全世界叫做量子分子医学。那什么叫量子分子医学？老师讲就知道了。啊。老师讲就知道了。就是不要脸的人讲。量子分子医学就是营养学啦、啊。啊，因为他不能讲营养学啊。我讲营养学，我告诉你，营养师会说我抢他的饭碗。因为营养学是营养师的怎样专业嘛？对。那这些医生怎样去国外混一混，混到最后说，原来现在全世界包括德国、苏联治疗疾病都是用最原始的维他命在治疗疾病。我再给你看维他命 A 可以治疗多少疾病，你这个看的都笑死人。来看维他命 A 哈，来你看可以治疗这么多疾病，你看哈 ，A，OK，、okay. 好换这边，好了哈，嗯，啊这边。这本书哦，就是应该可以找得到，因为他根本卖不掉嘛，所以后来就怎样，他把整批怎样，就拿到旧山去怎样，去贩售，因为印出来学校不采用，这么好的书，我分红百万哦，台湾怎么办？
把它写成这样放大一点。哦，这个是也是我学生把我说放成这么大。哎，还有一本。这边有版权的，这个是人家作者送。这个是受作者送给我的。啊，这个是还有版权的。啊，我就问他们，他们基金会说不要讲了啦，他赔的。我说啊，你版权可不可以卖给我？你说没有意义啦。啊，你这个印出版也卖不掉，也不能卖，也没人要。你花那个版权那么多钱，啊，做成一本，哎，不用不用了。他们怎样？内心怎样？干货，干货。所以我讲什么？我可以给你看。没有，我叫儿子上网去，就是二手书的。有时候我可以，有时候我要买的。市面整个绝版，然后就是，也有的要卖，它就出来了，就跳出来了，不一定。你看看啊，全世界现在整个全世界走的医疗方法，都不是用药在治疗，就台湾还在用药，婴儿也治疗处方百科，这个是外面上能买得到，好，外面上能买到，你就自己去看，哦，婴儿治疗处方百科，哦，这外面都买得到，哦。假使你们还要看一本书比较好的，这本书也是绝版的，你们去外面找找看。这本书是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棒的。这本书是台湾去给人家盗印的，哦，后来被美国被那个谁那个抓到了，抓到以后他出版社赶快怎样，在台北车站那边大量的这样。库存出清，一本100块、哦，我当时就买了十几套，我说有几套，他说这边有17、18套，我说全部买，说你干嘛？我送给我学生，所以我第一批的我的学生，每一个人都怎样？我说这边有100块，外面买不到，好多好多什么疾病，什么治疗怎么治疗，什么问题什么原因？所以你们有时候问我说，哎，老师，我明天五年，你还蛮想放手？哎，我一直看，我按家。有事没事就怎样去，少吃掉。所以这本书，我不知道市面上还有没有，去旧书摊看，只要有看到的话，我买。我告诉你，这本书一定要买。我基本你俩不要看。啊，看看都真嗨。所以我讲，嘿吼，嘿报吼，看个香菇吼，要唔咋报？我那没看。这边没有，我啦，哎，袂使赢的，哎，伊在赢的时候，对方要加赔偿，那是1000亿啊，都几百万，啊，哎，几亿，啊，去出版社怎么抛售掉，怎么公司怎么结束营业啊？啊，这啥，什么教授弄假呀？都冒名的，所以都不是嘛。啊，所以这书已经在台湾城绝版。但我知道哈，那我可以告诉你哈，你们到大陆去买得到，因为大陆根本不甩他，照样子。没有版权。我算是那个，我有两个学生是那个大陆的那个中医博士，他来找我，我们聊到这本书的时候，哈老师，我们在大陆还可以买到这本书呢，我那怎么买？我几不买的。才200-300块钱，我哪有？我啊，我知啊，因为大陆都是政府给他怎么样当靠山的，他认为好的书怎样，大陆就我把你盗印我写了嘛，我加进去，你别叫我国家赔，我们公司赔你，我国家说我不甩你这一套，因为好的东西我们要。其实我倒是觉得说，你政府这个这方面的资讯，你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把它。来用你的官方的去推广，有没有道理？但是我们都不会去推广，好多资料、媒体什么学校通通是阻断。像这本书这么棒的书，哎呦，挖矿一就好像宝一样，结果是外面买不到。89年呢？对吗？足够足够的，也还好啊，也还好啊。
对对对对对对。来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一套你们要的话哈，你们回去可以拿，可以拿哈。我这一套350块，本来是300块。我原来是台北印的时候印是780，啊，第一次840，第二次印20套780，后来印30套50套也是780。但是后来我的学生他是出家人，他的姐姐是印班家，啊，帮我印300块，啊，因为后来他先生说不行了，因为300块是本钱，啊，印费他们还自己出，所以每次都赔怎样？赔的那个印费，所以他跟我讲说，老师，印费是要我出，我说好了，所以他就改为350块，我说没关系的，啊，按你们讲的要的话哈，来跟老板讲。我那边才几套，你们自己讲哈。很多，啊，这边一套就是350块，哦，这搞不了，这我来去做，展示给收集资料。对对对。哦。下集还有放大。您那去跟那个，然后。我不会啊，我不会去。好。这个是谁的？这是谁写的？啊，什么问题？从这里到这里都是酸麻，酸麻跟刚刚一样道理。